的长征美食，我们今天要来体验呢这个农村的菜色，而且呢在礼品呢有一个很大的族群，他们叫做侗族。哎，没错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位置在八洲河，然后在我这一旁，这一旁的帅哥叫有牛哥。有牛哥，他真的有一头牛哦。那么一路走来真的好山好水，牛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里叫什么名字，然后有什么特色。这里叫八洲河，也是我们侗族风景名胜区里面的一块。就这里八洲河，我们这里都是全部是山，唯有这条河，河两岸都形成了一些小洲，从上面到下面大概2公里多就有八个洲，所以叫八洲河。因为有八个洲，所以叫做八洲河。而且呢，看到我们身后呢，这个是什么样的岩石？有个仙人岩，仙人岩也有故事，对不对？对，仙人就是有四块岩石，像四个老头在那里下着围棋，下着象棋。有牛哥，你怎么把这种神奇的故事讲成这样？人家是有神仙来这边玩，然后呢，他们舍不得回去天堂了，于是他们就留在这里了，流连忘返。所以呢，它叫做仙人岩。对了，有牛哥，那么我们今天呢要体验什么样的菜色？我们今天体验我们的侗田稻鱼芽的稻鱼，等一下我们去把鱼放了，烧给大家来品尝吧。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带我们去走鱼？对，这么刺激的事情，我要带上我的美国朋友一起去，我们走吧，牛哥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抓出来！等一下，牛哥，等等我们，你要去哪里？我们去捉鱼去了。什么是捉鱼？捉我们稻田里面的鱼。就是抓鱼。抓鱼。白话文叫抓鱼。抓鱼体验。把鱼抓来烧给大家吃，来客人了， yeah. 我们就已经就弄着鱼来烧给大家吧。Oh, Bill, come here, 我们带上我们的美国朋友，好吧？哎，好嘞。我们可以跟着你吗？我们一起去吧。耶、yeah, 哎，都去 fishing。到稻田里面去，下面去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体验农家乐。其实我非常的紧张。OK, I'm so nervous right now because I cannot swim. 我不会游泳，所以我现在有点紧张。但是呢 ，Obvio 呢看到这个船以后 ，you feel excited, right? Yes, this is great. This is beautiful. It's so beautiful, right? You can swim, so you're not scared anymore. I can swim. Okay. I'll save you. Okay, thank you. How you feel the view here? Breathtaking. Like I can't even believe that I'm here. This is amazing. So beautiful.Yes, and little house and mountain. 是的，我们在这边呢也看到这边很多的，刚才听到了很多这边关于这边的传说跟故事。我觉得在这边呢，一切都是太享受了，青山绿水、美食、美景、美人，什么都有。美人现在说我们自己啦 ，We are so beautiful, so we qualify for the view we deserve. OK. 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跟大家一起来逛逛呢，在这附近呢一些传说跟故事，为大家继续带来我们的美食节目，耶、yeah!。那这牛叉干嘛用的？犁田，上山去犁田爬田，然后他采的草和拉的粪就是变成我们的肥料，有机肥。有六个上回来，怎么没看到你的牛啊？上回我们关在对面还有。吃的牛都不成头出来了，牛！来，放水，放水的。嗯，先放水哈。对，刚才那里放差不多了。哦，这个可以放。
那里的倒已经放没了。怎么放水？怎么放？啊，上面那个就是黑糯米。哇 ，Seriously? How can you believe it? Like you already call like eight in 1 minute. 哇，他说只是一分钟，他已经抓了三只鱼，所以牛哥实在是太牛了。Oh my gosh, that's crazy. Yeah.雷燕老师，你跟我们讲一下他这个抓鱼的原理好不好？刚才我们美国的朋友呢也说，哇，真的太牛了，怎么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抓到这么多鱼呢？嗯，这个稻田在播种在插秧的时候，我们就把那种小的鱼苗撒进去。哦，所以现在马上要到稻田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在抓鱼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稻田里面的水先放干，然后就我们你看我们的牛哥就进去摸鱼，有一个成语叫做浑水摸鱼。哦，浑水摸鱼就是这个意思。我终于知道了，对对对，然后太有才了。然后对对对，他可能你看我们根本看不到鱼在哪里，所以像他这样有经验的，用感觉的，用手感去摸它，然后可能那个鱼会有滑溜溜的，这个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嗯，对，而且呢，我刚才也问到说他是每天都抓鱼吗？他说没有，是有客人的时候才抓。对，不可能每天都抓。其实我们这边的人都会是非常节约也非常质朴的，然后只是像有贵客来的时候呢，他才会到田里去把鱼抓上来给我们吃，所以我们就是他们的贵客。哦，那我知道呢，在这边呢抓鱼的话呢，还有分大鱼小鱼之分，在不同的地方抓。像这个在这个秧稻秧里面去抓的是属于比较大的，对吧？当然。就像刚才我说的，就是稻秧我们插秧的时候，刚刚播种的时候插秧的时候，那个是小鱼苗放进去。现在你看我们的稻子也成熟了，所以那个鱼也长大了，所以这样的稻田就是哇大鱼。哇，等一下就可以吃了。等一下就可以吃了，都是母鱼嘞，母鱼有软的，等一下就可以吃到了。对对对，吃了它，放到哇。他现在是有那个铁桶在这抓鱼，但是他用篓子装的就是抓小鱼，对吧？对对对，用篓子。你们就这里就有用的。对对，用篓子的话，因为手不太好摸，他就会用篓子去这样去摸。哦，好好玩哦！等一下就可以吃到了。要不要下去体验一下？没关系，有机会的话，OK。我们怎么来分辨它是那个稻田的鱼还是怎么还是哪里的鱼呢？这个是按稻田的鱼的一个，它是长得很圆，嗯，会很短，嗯，然后肚子会很大，嗯，你看它比背后就大得多了，就个子会小一点，个子会小，个子会小，要是它鱼鳞摸起来很光滑，哦，很光滑，啊，哦，是的，是的，会很光滑，是的是的，要是那些。饲料鱼啊，那你摸起来就不会，又糙，然后个子会很长，哦，它没有这么大的肚子。哦，这样子。四条鱼就至少一直有两年了。哦，真的，哦，两年才有这么大，四条鱼有两年了。两年才那么大。啊，它过了一个冬天的，然后到现在就这么大。那真的是进化了，嗯。那它们是在这个田里长大的，对，吃什么呢？在稻田里面吃稻花嘛，就是一个是稻花，实际稻田里面还有一些虫呀，还有一些水，就是水生的一些水生物。还有一些小草啊、嫩草啊，还有种子啊，那杂草的种子啊。那其实这样也是蛮环保的啊。对，你看它可以说是把我们稻田里的一些有害的东西给它弄掉，对不对？我们这里就是靠着这个鱼，还有鸭子，主要是鱼，它在稻田里面游动，游动的话要虫掉下来，会让它胀到那个。火草、稻草，稻草里面的虫也会掉下来，因为有了鱼，它把虫吃掉了，然后有因为鱼在水面游动，那水就含着流水不护，那水的氧气重了，它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病。所以我们的糯米饭那么好吃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这个病啊、虫啊，都是靠它就给我们完成了这个守护，对着稻田的守护，对着我们稻草的活。稻米吧，是算是一个好的卫士，很好的卫士。那要感谢他喽，谢谢。Thank you。哇，他会觉得比较舒服。放弃很快啊，可能是。哈哈哈哈哈。催眠啊，这样一催鱼都好快。他就催了，他就基本上没有。这么穿进给你跳了，不会跳了，他就不会跳了。吹鱼不是吹牛。
今天呢，我们这个林毅老师还有我们一起呢，我们要全部来体会这个所有的菜色。那么要我们现场的朋友，我们在开动之前，大家是不是稍微欢呼一下？我知道你们有一个口号，在这个倒酒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口号，对不对？嗯，是什么口号？就是我们侗族的敬酒歌的最后一句 Happy 啦！呜、哦，我们一起来，大家端一杯，大家端一杯起来，大家端一杯，来玩了。好，这是真的酒吗？是真的酒啊，是米酒。哦，对，我还要说一个，就是我们的酒，那酒呢也，我们的酒呢也是自己酿的米酒，它是用糯米来酿造的，所以喝着是甜甜的感觉，但是一不小心你就会醉倒哦。我好想醉哦，酒不醉我，我人自醉。好了，干杯啦！要再来一次，跟美国的朋友，来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好过瘾啊、哦！嗯，还有没有？这么凉凉的感觉。他觉得很强，来个八嘎。对，可以来个八嘎。我觉得这酒精成分还真的挺高的，很像那个八嘎酒直接喝的感觉。对，很过瘾。好，那么我想大家也肚子饿了吧？我们就开始吧，对不对？好，太好了。好，那雷叶老师，我觉得你呢，对于这些食物是最熟悉的。边吃要一边带着观众朋友一起吃，好吧？身临其境，好，来，我建议大家呢，先从素的开始吃，素的开始，然后吃了素的，我们用再用那个糯米饭来下肉和来糯米饭和鱼一起吃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吃。糯米饭，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老板，你看他就是用。对，用手捏，我们这一桌都喜欢用手这样，手捏，这样捏着吃。这个、对对对对。这样这样子会有不同的感觉。OK， 谢谢我 see your hand。真的甜。所以侗族人们他特别喜欢吃鱼，你看在这里面他也有鱼，就不同的做法。这个就是用翻汤来的，把稻田的水放干了，不然它这么高的水，有几十公分的深的水，鸭子也追不上的。然后就用我们就吃了，来客人了，就把那水放了。最有特色的就是吃一吃呢，一边吃一边聊天，然后呢再一起干杯。对，我们今天呢没有。没，好像还没有喝多少，没有尽兴的感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般在我们在里面吃长桌宴喝酒的时候，喝到一定程度，我们都会唱起来、跳起来。那我觉得我们要啊，要吗？肯定要啊。Yes， 那这样，不要我就带着我们跳啊，我带着大家唱一首，但是唱完过大家把酒干了，先唱还是先喝？先唱了再喝，这先唱了才喝。对啊 ，see first then drink。Okay， 我们的有容大哥肯定会，好，来，我们的敬酒哥会吧，必须要的敬酒哥。丁头年尾，丁头年尾，五八马尾，五七八马丁头年尾，要丁杯来，会在哪里？长征的美食呢，我们经过在这个村庄啊，大家非常的有人情味，然后呢，由我们的这个老师来带领唱歌、喝酒，今天实在是太开心了，很开心，真的是很开心。希望你们看到我们那么开心，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开心分享给你们，快赶快到我们的里面来吧。哇，一定真的有好多可以体验的，对呀、啊，美食、美酒、长桌宴，还有美女唱歌给你们。耶、yeah ！好的，我们美食呢告一段落，那么当然。在之后呢，由我们这个老师呢会来继续的跟大家分享更多长征上面的美食，千万要一直的锁定美食长征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家说拜拜。Thank you.
好，我们今天来到呢非常漂亮的地方，那我们要问一下这个部长哦，想先跟我们所有的观众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贵州省黎平县县委宣传部的高宁平。这一次呢时间非常充足，一会儿就要结束了，我真诚的希望呢下一次再到我们黎平来，再到我们美丽的侗乡来，欢迎大家，我们黎平再见。美丽黎平欢迎你来。今晚下一次走走拜拜啊。